林康不用转租刷龙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这次与银河合作，可以入手免费的五张龙科。先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，入关后可以先点右上方看关卡资讯，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五张龙科，可以退出重打，退出只会扣一半的体力而已。接着我们使用克洛伊当队长来速刷，队员只要带一个直伤能够打100万的卡片就可以了。这边我们带上哥吉拉当队员，要记得配上蛋糕龙科才可以入场就开技能。副队长我们配莉莉丝就能够进关，进关后第一关开哥吉拉林康空转炸过去，第二关开莉莉丝的主动技能直接炸掉，不用转珠，一场不到一分钟通关。有要抽银魂的朋友一起来刷五张龙科吧。想要看更多温馨提及的影片吗？按订阅按钮看更多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